辟谷第19天了，状态越来越好，身心愉悦。有些朋友难以理解，不能享受美食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其实辟谷它不是一种手段，它是一种状态。辟谷辟的不是胃，而是心。随着辟谷的深入，心会变得恬淡，整个人沉浸在一种喜悦的境界里。所以辟谷是会上瘾的哦。再有3天，我们将近70位伙伴将一起开启不吃饭的游戏。如果你对辟谷感兴趣，关注我，带你免费学辟谷。